啊，个红灯呢？系啊，先熄火一下。我冲呢度啊，左转轨。系啊，红灯不能转啊，证件有带吗？哦，违规是红灯左转跟驾照吊销。这店没有喝啦哦。没有。好。你喝什么？啊，有喝吗？喝什么？喝一点啤酒。哦、下午。啊。几点喝的？下午。下午。一点多。啊，我刚才问你，你还说没有。啤酒喝几瓶？应该两三瓶吧。大瓶的，玻璃的。嗯。啊，喝到几点？应该四五点吧。四五点。就回去睡了。好，让他持续吹，不要停。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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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OK， 来给你自己看，有点公共危险。